星期一一起来探讨儿童注射麻疹疫苗的重要性。五味子竟然是保健神果，星期二一起来学习。你有尝试过采耳吗？星期三我们一起来了解了解。星期四来探讨一下洗牙竟然也会感染病毒哦。双十二即将到了哈，你是否准备好疯狂购物了呢？星期五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避开网购陷阱。记得留守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2点的活力挑战，点亮生活每一面。